嗨，哦，那好久没玩了。各位好，那这是什么？哦，信使鸟。PC。蛋怎么蛋这么多？哦，有点卡，你等一下啊，我现在啊。喂，有画面吗？等一下哦，怪怪的。我串流了，但是讲话没看到你们打字。哦，有了，有了，有了！嗨，你们好。网络在搞，就是我现在啊，网络很奇怪。就是我每次只要登这个伺服器，我都要重开机一次。不不不，网络要重新开一次。早安，早安。对，今天看一下哦。对啊 ，F 三加 P 啊。好了好了。好，就是讲到哪里？哦对，我现在。只要开启这伺服器，我一定要重开网路，不然我玩个几分钟，他就给我踢掉我一次。那再來先把单服一服吧。我们来聊一，我们来想一下我们一般系可以怎么玩。欸，我是有想好，把那些稍早那些比较强的在不在？就是我想要用，我想要让我的阿尔宙斯啊。我只有一格欸，不是，我想让我阿尔宙斯学，先把地球上头灭亡之歌这些都先忘记吧，然后我想让他学技法空间嘛，还有镜面反射跟光墙跟反射壁，对，想当辅助再打，然后再来就是派我的胖丁 ，PC， 我干我好卡哦，会下雨吗？你看，我估计有人要不见了。是我等一下不见了，我等一下又要被踢掉了。喂，我讲话有声音吗？应该是有。干你的，就像这样子，玩一玩会断掉。等一下，我重开好了。到底为什么？这真的是我的网络问题耶。昨天诺英的那个啊，我在看。只是他完整的新皮，我当时没有看到，他只有跟我透露一些这样，然后导致就是，最终版最终版的我不知道，导致就是讲话图送他就没有话了。
你说萝莉吗？对啊，所以他前阵子不是问我说什么，我声音怎么娃娃音之类的，3.0，我3.0，萝莉啦，他还有3.0哦，他这件事就没跟我说了呢，还是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欸、如果不行的话，我就换游戏了哦，哇，不妙，你看，不太妙。我那时候跟他讲说，哦，这个我好喜欢。我那时候是这样跟他讲。啊，小熊还在吗？看你画我画的多可爱啊！欸，我觉得我真的不行了欸，这伺服器霸凌我，霸凌我。我只是想要弄角色，而且我重开机过，不是、啊，我网路断掉过了，我才开的，又打我还没看呢、欸，不要搞哦，一二三，不要搞，拜托，不要搞，求你了，洛丁语。我想说，先把这批蛋孵一孵，然后边想一下我们啊，一般系能怎么玩？你也该看去右打，你也该去看右打。我看一下哦，打打。那你们等我一下哦。回答。然后当时啊，我其实听。知道诺英要去参加哦，好可爱哦、喔，崩溃。可惜他手太短了，手太小一颗了，不是可惜啊，手太小了。一脸痴汉哦，好可爱哦！怎样？我要跟达达说，如果你以后是以右打以外的方式出现的话，我不看。这什么戏啊？一般电对，这有了。悠闲是孟特吗？哦，不是啊，白色性格啊，低能。对不起，我想说怎么会有性格叫悠闲呢？看太久没玩了。水系呱呱呱，好、啊，我可能没有，我有。一般。不要不要！感谢依宁的超级感谢依宁的会员。不是叫你不要会员我啦，是不要断。啊！左心包子啊！哦，对，不要刚刚，这其实不是这伺服器没办法。杰克说他玩得很 OK， 可是我们之前玩得很 OK 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昨天就是想要早上也是开这个台，我其实昨天早上是想要开麦块台来整理那个队伍的，但是，哎、欸，就是我只要上线
不到20秒就被踢出去了。然后昨天晚上是哈基他们都在的时候，就问说怎么会这样子，杰哥说不知道，应该是网络问题吧。然后哈基就说哦，这个是网络问题啦。然后就去重开数据机，然后开好之后过来玩，哎，可以了哎。然后早上想说好就可以来樱花堡。对，我想要早上就来开麦块，但是，电脑打开啊，电脑，三、二、一，然后拍手，这样子，不是啊，一二三，最好是这样子哦。这让我回到，回想到我一开始玩第一次玩多人伺服器的时候，据地貌似也是写新会员，对啊，哎，你们在一起。然后说到哪里了？我刚说到哪里？哦，对，就想说早上就来开这个啦。结果刚刚开台前的时候，就你们往上滑会看到说我可能要重开什么网路之类的。然后哦，进来了，进来了，超过20秒没有断的，就一打开机，不，一开台30秒离开了。这模组有改过吗？之前没看，没有改啊。石梦梦，来垃圾桶。哦，然后回到刚刚诺英的话题，就是这次巧克团有诺英嘛，麻衣不是麻子，麻衣，麻衣其实是，其实我应该真的要好好照顾他啦，就是他把他拉来巧克团的时候。因为拉来之前，我有先问过巧克力说还有缺人吗？有一个朋友想要过来。那因为麻衣就真的很乖很听话，我说就是比较乖，然后不会乱惹事的。嘿，因为之前跟他玩 GTA 的时候，他只是玩的过之后一起玩的过程中有发生一些些事情，就是他把退群那边的文化可能带太多来我们巧克团这边，我就稍微提一下。对，就可能他把 GTRP 的事情，就是因为 RP 那边就是很喜欢，就是怎么去你的啊，怎么开始有一些，就是他就是当时他还在边玩 RP， 我边玩那个麦块，然后就跟他讲说，你 RP 那边不要带太多过来，这边其实比较少人在讲，就是语助词之类的。然后他说，哦，好，不好意思，那他就很。真的很道歉，你知道吗？那我说哦，没事啊，没事啊，踢一下而已啦。那之后也是看他就是有什么玩麦块的过程中进步很多、啊。我那时候最亏欠的就是我没有就是带着他起来，因为看到百变怪与百怪，那是自己调的啦，那是可以调的啦。看你们伺服组有没有想要调而已。冲杀！干啥干啥、啊？我是不能打的哎、欸！哦，然后再来诺英的话是，诺英是我们其实没有见过面，彼此见过面。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很畏惧，就是很怕见到人吗？不是。就很像说怕见到面之后会让他失望还是什么之类的，懂吗？就是形象破灭啊，还是什么之类的。那时候其实有点害怕，就是去见面的这件事情啊。可是就是因为那天也是很多人一起去玩，我想说好啦，好久没跟大家见那个聚聚了，就化石翼龙。对，然后
干电脑，电脑 ，bling bling 的诺音是 bling bling 的，哇干，幼年的话就带回家了吼，怎么可能还会开台？压迫感，爽朗欸，金之名之后绿毛虫出了吗？还没，我私下还在刷它，可是它的时速一直显示270小时，我昨天刷了5小时，它显示270小时，你这发言很微，我带回家照顾它好吗？不让它那么辛苦啊，赚钱养它，长大后可以当个 bling bling 的精灵养我啊，这样子错了吗？为什么会很危险？你看彤彤，你想到了什么东西？你是不是怪怪的啊？快点啊，我已经打开箱子了。你看他现在那么累，都只能用黑魔法在面我啊。这边带我去养，加塞，加塞，吃大便。其实我们可以边孵蛋边刷四维，反正都要孵蛋了。诱拐未成年少女班就没有拐他，是他自愿跟我回家，对不对？也不是啦，是他自己。他自己因为要那个啊，要工作养家啊，一个积极向上的好幼女，欸，所以就没有多此一举了。不然我们继续刷色尾吧。话说你六块鸡还在吗？还在啦。他有问我，我想说奇怪，为什么就突然跑出一个什么我的六块鸡还在吗？然后说是观众那时候什么提问还是什么的，等一下哦，你们要看哪种画面？就是 Switch 的画面大还是麦块的画面大？就是你们要看，然后视讯截取。等一下哦，去你的！这是视讯的。视讯截取中，新增来源 Switch。你们是想看这样子吗？这样子。还是反过来，就是 Switch 会画面大，麦块画面小。我有加会员吗？我有，但是我的层级不是300块的啊。诺英有说啦，他说可以加你们的伺服器，是不是？他那时候问我啊，我说我上次不就问你说你们伺服器是要多少钱才进去的啊？可是现在没啦，我续订断掉了。昨天会员桌布有出靠腰，拜托，就算我没有的话，我也可以跟他要啊，对不对？然后就跟他，我敲他一下好了，要300，对啊，我知道啊，我想说不要靠关系好了，这样不太好。我的会员桌布我要，这样就好了。我干好大声哦！等一下，因为我刚刚不是说过我重开机过吗？一接会员就有了，干我就说断掉了。我等一下，我现在好忙哦，好多画面哦，等一下，好忙。
欸，不行欸，这样子这样玩好累哦、喔。不是啊，我是说他一直断掉，我这样很心累。你看，往后按。好，一边是随时会断，一边是要一直重开。对啊。没关系，等一下就应该就适应了。然后我的文字还要偷偷一直加，哎呦天哪！放这边好了。哦，我刚开个台视窗怎么可以这么多啊？我要顾文字视窗聊天室。然后 Switch 画面，麦块画面。干，我要弹钢琴哦！昨天晚上还好吧？昨天晚上不是我跑图。对，真的好忙，好烦哦、喔！怎么可以那么忙啊？先煮早餐，好，慢走。然后晚上八点还要再开一次台。三，三。哦，这样中途没有音乐呢，我还是打开音乐好。然后的画面要重新按的，干，等我一下哦，我只要切窗就好，切窗什么都要动啊。有什么比这还崩溃的？有，抓不到毛虫，还是因为就是我对他不敬。布鲁黄，然后等一下我要重，我重开画面，等一下，好，现在要切到麦块的画面咯，各位是，好啊，麦块的画面啊，接线 PC， 打开电脑，让我开电脑，啊，就卡这个画面好了，这样随时生出来，随时扔掉，哦，完美哦。哎、欸，不对，应该反过来、欸，就这样麦块的话，宝可梦好了，然后，麦块是什么时截取啊？视窗，新增，不是，游戏截取，新增。应该这样吧。安安 ，Hello，Hello。因为筷子断。等一下，文字频道跑掉了。信一二五，哇，好多颗蛋！我换你手机卡，是不是真的是下雨天呐、啊？好烦哦。哎，蛋不要闹，已经有够冷的。对啊，
看现在的温度是昨天晚上的温度哎、欸，昨天晚上哎哦，有够冷，有够冷，看一下哦，室外温度14度，然后现在看一下温度，室外温度14度，好恐怖哦。啊，刷六只了，怎么可能？好了，我又来了，嗨，你又来了，怎么办？这样子我要怎么调队伍啊？还是我不要孵蛋了？找去找，那我们弄到十只，我们再来调队伍好了。等到我把衣服都穿起来了。汗，所以你这几天都没有穿衣服哦，有那么热哦？你说，七，歌德小童，再见小童。完蛋，又破图了。啊！现在室外温度17度。啊！断了。我现在室外温度14度，室内19度。鳃鱼龙，嘻嘻。快啊，让我开电脑啊！开电脑。是不是真的不给玩啊？这应该要叫其他人帮忙测试。有，这武器撑住啊！对啊，撑住啊！我连一只鳃鱼龙都放不了。你看，我连左边宝可梦东西都不见了。哇！我变成方块人了，完蛋！那是不是只剩下打玩家的选项了？我现在手上没宝可梦，怎么办？打人！没宝可梦就打人啊！阿尔宙斯不就是这样子吗？哦，有了有了 ，PC。没人打，有 NPC 啊。终于训练家给青春校长，有啊，明年了啦，明年。那时候真的温柔营啊，就是
他会想要入手一个 Switch， 就是也是一笔开销。就是你要、啊、你就算今天有游戏 Switch， 游戏片跟 Switch， 你还要再买一个截取卡，所以前前后加起来要15000。他会有什么？他说15000哎，我说对啊，15000哎，我说对啊，怎么了？很贵耶，我说啊，然后嘞，哇，这些钱可以拿去委托人家画图哎，我说好吧，反正价值观就是这样子。我说你看，你买 Switch 之后，我们可以连线一起玩了哎，好啦，再考虑啦。我说干，你这样就不用每天想说要玩什么了啊，你看又有新游戏，而且。我说那个游戏你也可以单机的玩啊什么之类的啊。我说，今天，我说今天你做一个台币，你是看你是走哪一个方向的台币啊？如果你真的是游戏类的台币，你就真的只好先关掉好了，不刷了，不刷了，丢你耶！丢耶！哦，我等观众投给我，不是他是真的有办法拿到Switch哦。来啦，我们开始讲哦。啊。那我怎么配招啊，老婆？现在又来蹭你一次哎、欸！推口香糖，万恶的口香糖啊！啊，好烦哦！还是我们不要刷裂空座次数了，我们来刷我们断线次数好了。怎么配招？我现在先别提配招了，要我稳不稳啊？我已经想好了，至少四只的啦。就我那天不是有问那个吗？掉包跟戏法这两个技能。然后昨天好像笨小子一直好像搞不清楚，跟我讲说戏法空间，我说戏法掉包跟戏法就是换持有物的东西。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想好了，就是猫老大配掉包嘛，然后再配一些技能。就如果他想在第一，就是我想好是干，我不刷了，鸡掰，哦。好，我们先语重心长的时候，我那时候想到是阿尔宙斯学光强反射臂嘛，然后再学个戏法空间，再配一招神术吧，这样就四招了，一只四招嘛，负责放状态的。那再來下一只是要胖丁用那个陀螺球，还有一个什么？我看一下哦、喔，我的队伍目前就是奇诺利鼠啊，宝藏利鼠。然后猫老大、阿尔宙斯、胖丁，还有一只空缺，应该是火焰师吧。那时候火焰师是想让他学那个鬼火，因为能学鬼火的一般系超少。如果没有1、2、3、4、5，如果没有火，因为鬼火我要去跟那个。我要去用那个图图犬去学那个，哎，对，用图图犬就好了吼。那干嘛？白痴哦，图图犬学一下就好啦。啊，重点是现在要能进去啊，变差了，不行了，不行了，怎么会这样子的？还在思考要不要做任务，去做啊！不想做就不要做啊！所以我在想啊，如果真的是戏法空间的胖丁，要不要练什么个体质啊？
就除了速度以外的，真的有要练的必要吗？如果没有练的话，那很快就完成了。空间打手的话，可以练卡比兽。来，相信笨麻鼠一定是没有看过、哦。干干，你现在看到了。哎呦，烦呢。Si fu qi gan bu gan wen yi dian. Wen yi dian. 空间对打手，我就在想啊，人家是说什么复古直接再冲过去是不是？对了，圣诞节可以打一只信使鸟，会拿到一个礼物。你说打100只的话，一只会一个是不是？不是，重点是我要能打，你看不出来我打不了吗？好，知道你是好心提醒啊，你不是好心，是热心提醒。我重开一下，啊，我再重开最后一次，如果不行的话，我就换游戏喽。看了真的7777，对吧、啊？好烦哦。卡比兽也可以集聚，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集聚、欸。啊，我那时候没有想到那个小熊会帮我把布布也跟着一起动。我想说，如果我今天摆出的表情，布布如果也跟着摆，是不是太难用了？没有啦，没事没事，感觉很难，算了，不要。我想说，今天如果很累还是很难过的话，他也跟着难过。啊，我又难过一点好了。我要哭了，按错了。My Cry Pokemon Switch Pokemon， 哎呀！这就是肚那个、啊、吃西瓜，然后肚子长西瓜树的卡比兽。安安，如果这次再不行，我们换游戏吧。不然你们一直看丛林，也不是个办法。好，他很给面子的断线了。看来，反正礼拜三比赛啦。礼拜三是那个宝可梦伺服器的最后一次，应该不是最后一次，就是一个收尾啦。他说都有，反正大每个训练家就是又要原位生存了，是不是？好，感谢各位，我们换游戏，咱们换游戏，继续刷裂空座吧。哎、欸，那你们帮我想一下一般系的空间对配招吧。那时候我本来想说带那叫什么客房服务嘛，不是带了之后是你戏法空间成功发动的话，那就是你的速度会变慢，所以是戏法空间会就是相反，哎、欸，哦。重新命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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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我们又回来了啊！宝可梦的世界啊，我换一下封面，编辑。打一下哦，鱿鱼网路。
不稳定，是不稳定，是不稳定，是不稳定。好，打这个。是顶。欢又问啊，怎么不是麦块？啊，对对对对对对。我说，还是不一样看。真的没用吗？没有啊，这我大概想好配招了。我本来想要给你看我的卡比兽战队的啊，结果打不开啊，算了算了算了，难过。然后跟你分享我的当时的一堆捡拾卡比兽，没办法。那你要带几只？可以带很多只啊，啊出战的话应该单打就三只啦，反正单打三只嘛，啊你多带几多种组合也可以啊，多种组合搭配的话，那另外一个想法是奇诺利鼠嘛，他不是有连续奇诺利鼠连续攻击，然后配种子机关枪啊。然后身上我是想带那个潮汐石板。草系石板不是加草系伤害吗？还是带什么比较好？想要搭种子机关枪还是什么？不是啊，今天伺服器网络不稳跟直播网络不稳是不同的东西呢。就像你今天不舒服没办法上学，跟不舒服在家打电脑是不同的事情，懂吗？因为那时候想说卡比兽也偏万用嘛，它有蛮多种练法的啊。哼。我跟杰克说一下好了，昨天，重开数据，哦，稍微对，三分钟。你们是有剑盾的宝可梦吗？对。那个是已经第八世代的了。哇，你刚刚没看到赛啊？你刚刚应该没有，你刚刚不在。刚然后有连续攻击的就是长尾怪兽跟奇诺利鼠。然后晚点要问杰克，就是他对战规则里面有个闪避无法叠加，这个是指就是影子分身跟高速移动，哎，影子分身吧，跟缩小是不是就是闪避没办法一直叠上去？那你要不要带爱管事？你是说空间队吗？爱管事为什么啊？因为我看一般超能有爱管事啊，我在想欸，然后拉个小时冲找爱管事。哦，因为他可以带一只一级神跟一只二级神，
精神制造者，同步精神力。可是他的速度总和，因为我想说给阿尔宙斯学，是因为阿尔宙斯是那个、啊、水桶妖嘛，速度有120。啊，我只想说先开个光墙反射壁给阿尔宙斯带那个光之粘土，然后最后再最后快死掉还怎样，就开个戏法空间啊，还是我太拖了。因为怕是怕胖妮被打死啊。是。然后，而且那时候看一下奇诺，我看奇诺力鼠速度这么快哦。啊，没有，奇诺力鼠不是空间队里面的，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安安安安，哦，爱管事，爱管事好像没卖呢。精神制造者，下场时更换精神场地，持续五回合，让地面上的宝可梦所持的超能力属性威力提高，而且不错。而且不会受到先制造的攻击以及优先度加一的变化招式影响哦，爱管系好棒啊，爱管系爱管事好棒啊。安安 ，Hello Hello， 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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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早安，冠之雪原。啊，再看看，看看杰克那边怎么办吧。我今天才注意到吉利蛋的物防有够低的，跟蛋壳一样薄哎、欸。难怪那天私下在玩灰子宫大赛的时候，吉利蛋只要受到格斗系就直接死掉了。那怎么下盘踢？下盘踢又没有多痛，怎么被踢到蛋蛋哦、喔？就真的裂开了、欸。我反正那天灰子宫大赛是要带吉利蛋的，后来我们私下测试，我发现不行哎、欸，我几乎没有赢过哎、欸。然后在决赛当天才改成卡比兽，隐山安安。而且我应该也要让那个，因为当时玩鲤鱼王时候的对战想的太天真了，太想搞事情了，太想玩的东西太多了。后来想想，如果真的要认真打的话，我应该也会让一只鲤鱼王学个戏，那戏法，然后再学戏法空间，然后一样撒灵是一定会有的嘛，再來就是那个高速旋转。或者是有一样光墙反射壁哦，我也是玩了这个之后才开始觉得有只辅助角色好重要哦。我想说无脑的一路啪过去就好了。极地蛋是什么？有当家的哦。啊。欸，我说123的话，你们打789，我要测试网路。来哦，123，3、4、5、6、7、8，八秒。好，感谢，延迟八秒还可以。没有，因为我要知道说，我大概那个延迟几秒，然后我要想一下我七秒前讲了什么话。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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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不对，我上次有说我讲123你们要讲我爱你。
我上次不这样讲吗？我讲一二三，你们是打我爱你哦，一二三这样子，我又忘了。但你金鱼哦，我金鱼啊，不行啊，我真的真的要死了，记不住了。轻轻贴近你的耳朵，撒浪嘿哟、哦，好久没听这首歌了哦。一圈听你的，耳给你好的，祝大三永远爱你一个。你早餐还没吐出来，你最好给我现在吐出来。你有本事现在吐，给我吐，你吐你吐。所以阿亮有想法吗？算上打字时间大概14秒钟，屁啦！老君，老君是谁？对啊，老君是谁？我整理了七支，好好好，跟我说，跟我说，看看跟我队伍有没有搭到。你是有分空间队跟什么队的吗？还是就万用？这个应该开台没用，私下来弄一弄嘛。反正我的经验糖果那么多，空间队啊，好欸，好没事。你说啊，我带。我发现爱管事的头发好像牛角面包哦。1221，哦，我们快抓到1226了欸，12月26号。没有啦，这是台面上的数字啦。私下你要知道，就跟你们看到这是冰山一角好吗？我实际刷的就是冰山下面的那个庞大的数量，还在刷哦。对的，没错，它就是不出来。没有，现在已经怎么讲？不刷了。我在想要不要不要刷了欸。等一下哦，就我说的啊，你看他还卡在12.70小时以上，他是写以上哦，然后实际刷我的体感应该已经有290小时了啦，因为他卡270已经卡了四五天了，你看为什么动物生有会就有。光宇稍微游玩游玩5小时以上，然后差不多一天前首次游玩。多边兽二智慧星老翁龙爱管事大王燕苍耳兔哦，出社会的几率低吗？4000啊，4096啊，可是也不是说放弃啊，是这个游戏已经不会到主要在玩的啦。现在对战场那边我好像也还好，因为这游戏因为宝可梦角色是四代之前的啦，多样性也是少一些些，所以还是一样等阿尔宙斯出来啦，还有一个月啦，然后中间可能就玩其他游戏，就每天开上券啊。这样再什么抽个每日任务，一个每日这样子解一解，然后再关掉。你可以把配招打法还是什么之类的打在 DC 跟我说吗？有。多边兽我知道是坦克输出嘛，那智慧星老翁龙我不知道，大王燕的话就输出，爱广士是放那个嘛空间的，
所以平安夜到了，我们再过一次圣诞节，真棒。你们有玩吗？有想玩阿尔宙斯的玩家来聊一下，或是觉得阿尔宙斯很棒的来聊一下。你们觉得阿尔宙斯如果跟魔物猎人这样子玩的话，是哪一种形态？是，他不是就很像在想会不会跟魔物一样嘛？就是有个大连续狩猎嘛，可能是什么狩猎铁甲犀牛啊，狩猎大牙狸这样子。就是带着一只宝可梦狩猎到底，还是就是路上遇到抓到，然后带着抓到的开始狩猎，就是他应该感觉是出任务的方式吧？如果这样子，因为我是蛮期待是，就是带着一只宝可梦，然后进去狩猎。就感觉就是要把它打到残之后捕获它，又一样，可能捕获的报酬奖励比较高，然后打死，如果打死它之后，就是奖励比较少。但是我就是怕在手把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玩人王2的时候，你们应该感受得到，我好像怎么感觉跟一个智障一样，不太会玩。说到人王2。我换这台电脑就没玩过了、欸。之前画面很卡，就是因为我不太敢玩，因为那时候电脑感觉快炸了。然后现在电脑换了人王2，还没有玩过。我想说，是不是该开回来玩了啊？一二三，没有哎、欸，一二七了。不对，是我聊天室没动，还是你没打字啊？哦，没打字哦，白痴，一堆潜水的，要起来换气，妈的，害我以为聊天室没动。哎、欸，企鹅寄你的大头贴是开心宝贝吗？太小了看不到，我要用手机看。没打字，好，我会太凶，要太凶要说、欸，哎，我不会改。滚屁！一二八，要打什么？打架啊！等一下哦。哦，不是、欸，哎，是娟娟二哦。欸、你真的要帮我画哦？你会在意布布有眉毛？不会啊，我有画过他有眉毛的版本啊。你要看吗？我给你看。我之前画画很喜欢恶整他。等一下哦，布布是哪一个？抱歉，我找一下哦，等我一下哦，摸布布，不要动。然后，本机答案，等我一下，我找一下，图画，啊，好多资料夹，把自己搞到快死掉了。贴图，布布，你看，这张很经典哦。对啊，就是哎、欸，
小熊，你知道以前你我就是因为你画我猜，我才买绘图板。当时我其实是个很业余，很业余。我现在没有到很专业啦，就是我当时其实就是没有学过任何画画，然后是冲着开心宝贝才买绘图板。我就这样很脑冲哦，那也还好，就是有开心宝贝加绘图板之后，我才走到现在。我就加这表情，真的假的？对啊，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是当时真的发生好多对我好惨的事情哦，真的要真的好难过、哦，因为当时开心宝贝就是谁会画画，谁就是谁会画画，就有人会去跟着嘛。导致就是当时很多人喜欢来看我画图，所以那时候不是外面房间就是会站了一大堆人吗？美图看没有到美图啦，然后那时候就开始会一些男生眼红，因为很多女生喜欢来跟我玩，然后就到处开始乱传我的事情，然后传到之后就是还是有很多死忠的会跟着我玩，但就是。当时在 FB 上就是陆续就想，我被删好友了，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开心宝贝之前有好友的话会显示右边有好友在哪一间房间玩了。那时候想说，奇怪，怎么这间房间看到他了，可是好友栏没有看到他，然后才知道被删掉好友了。小时候的网红，对啊，搞不好你看过我画过，你搞到小时候有看过我画图，只是小时候太菜了。我是中后期才开始用板子，前面都是用滑鼠。然后那时候我把我第一份薪水的钱全部拿去买板子，所以我第一那时候真的很脑冲，然后被一个人说你买绘图板干嘛？你干脆把这些钱给我，我去买保养品好了，化妆保养品这样子。啊，就是那个女生，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说啊，我就想要画图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女生就很不爽，就开始很不爽我，然后就找了一些男生那边来冲康我之类的，然后就导致说我那时候失去了大量的朋友。那后来。那些男生就报应就来了、啊，因为那女的真的太婊了。之后那好像我那时候听到的下文是之后那女的也好像被什么好像脚踏几条船吧，然后被怎样被肉搜什么之类的人就不见了。早安早安，他好无聊。对啊，就那时候就传说什么我都。到处约女生啊，然后有的没的啊，干，我约屁啊，我在全联上班那时候已经快死掉了耶。最近我在讲全联的故事，他们都知道我有多忙，根本没有空什么之类的。回家能画画就很开心了耶。然后那时候乱还说什么到处乱约什么之类的，因为画画被欺负，对啊。当时就是比如好，今天你画我猜又是就感觉很像日麻房间，你们想一下就是日麻的房间，但是你们是可以就是进来，然后只要位置一空的话，你们点左键就抢着进来了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房间是七个人，然后每一轮会有一个人上去画画，然后就是要猜说他画什么，然后之后就分成有几派人嘛，一派人嘛就是皮裤狗嘛，就是可能画一两笔，马上猜出来这样子。那另一派人马是明明知道答案，故意不猜对，要猜到时间到一直被扣分。然后就是那个分数负的越高，他们越满意这样子，对吧？然后有一派人马是喜欢在观战，就是不想下去猜题，就是看人家画图。然后也有人就是享受猜题，不想画图，就是猜。一轮到他上去，马上按放弃下来这样子。然后更有一派人马是丢鸡蛋，那鸡蛋只要丢过半数的话，那个人就是会暂停一回合。
我那时候就是进去玩的时候，就有就几个北兰就故意抢进来，抢进来以后是狂丢我鸡蛋，然后就换一间房间。哦，反正我去哪里，他跟着我去哪里嘛。啊，还是说你是逃不掉我们的？我说没关系啊，跟着我一起走啊，我也很开心啊，因为毕竟我有画到图啊，你们没画到啊，我很爽。耶，一二四了，啊，一二三四了啊。那我是到很后面，就是因为霸凌太严重嘛，我就弃坑。然后弃坑一段时间，回去玩之后，我发现，因为它里面的游戏那个你要去玩画画的话，你要去买那个笔有时速的，你用里面游戏币就可以了，还蛮好赚的。我那时候是因为它里面可以钓鱼啊，就是种树果去卖钱。然后那时候就是太久没有用了，我没有钱。我没有钱买笔，我还去问说有谁还玩开心宝贝吗？可以买一支笔送我吗？你感觉你真的看过我画过？我也觉得你应该，因为通常有玩开心宝贝的，其实应该说有玩你画我猜的，应该没有什么没看过我画图的啦。我就是那时候就在画二头身的兔子。然后开始就有一窝蜂在跟我一起这样画这种那种，哎呦喂、啊！它里面的盆栽可以跟人交易哦。说到这个东西，里面当时我知道它开始没有经营的时候，是因为我你画我才点不开嘛，再加上它里面的一些活动道具一直。这都是什么几个月前、几个月前更新？我说啊，玩的该不会已经快停止运行了吧？又难过啊！你画我猜泡超久了，对呀、啊，哎、欸，一画画下去，真的是画了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嘞、欸。哦，之后我弃坑是跑去玩 CSO 啊 ，CSO 对。然后就是遇到之前讲的那个团长啊，那个人妖团长。然后那时候回去玩的时候，我才发现奇怪，为什么在那个那时候在巨匠，我在巨匠画图就很顺，为什么在家里画图就很卡？才知道我是用内显在玩开心宝贝。那时候我想画一个圆哦、喔，在巨匠的电脑里面画得很顺，就是一颗圆。然后在家里用电绘板画一个圆，是会这画五边形、六边形这样子哎、欸，他会找那个切西瓜、切捷径过去画。我那时候就画得很难过。对啊，欸，很难过欸，你想发挥，但是你知道吗？你想发挥，但是你的能力被封印住了，真的有东西封印住我的右手欸，我很难过欸。我想画一只可爱的兔子，都变乌龟了，不是乌龟啦，变龟壳。其实我还开着欸，我还开着欸，应该没关系吧？我看一下喔，好，38啦。我龟壳兔。龟壳花吧，啊，我之前我有想啊，我要不要也是弄那种 V 的排版吧，就大概是
但是我真的很不会排版，就很像，看一下怎么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可能在这边，然后聊天室在这边，对不对？然后，哎，有熊的嘞，啊，我在这边，这样子的排版。叉是叉在后面的那种背景图，我不知道怎么画。就大概是这样吧，这样的感觉，这样比较好吗？这样比较好的话，我就是随便找一张图来放咯，是这样子，好像好像可以耶。就是其实这就大众的排版是这样子，只是我找不到图。还是我新增一下图片，想安安，哎，小雨好久不见，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我也画图试试，你画图也试试这个。也是是这个，你是多打一个四吗？你是多打一个四啊？你看我就很不会弄图啊，我就好烦哦，我就很笨啊。哎、欸，有球海狮哎、欸。哇，我以前怎么那么会画画、啊？这是我以前的图哎、欸！对啊，这个排版就是大众排版啊。但是就讲了嘛，我怎么说？我不会画画、啊，我能力已经没了，越来越不行了，我。完成浏览，我看一下，好说，2019年前的图哎、欸，那2020年我画什么巨作？没有，我都没有画桌布类的图。哦，有，可是这种图不适合、欸。完了，再看以前的图了，这个。这个去年圣诞画的，哇！以前的我怎么那么强啊？每天练一小时，立刻恢复水平。没有时间了啦，没有那个美国时间了、欸，哎，时间越来越少了。有啦，还是很可爱。没有了啦，就在画瀑布的时候觉得最可爱。我记得那时候是母亲节画这张给点点跟瀑布，然后母亲节那天瀑布把他的线咬坏，把他那个保暖眼罩的线咬断，我很笑死。反星人物的部分要出眉毛开关吗？跟布布一起？可以啊，感谢你。啊，你真的在画哦，感谢，麻烦你了。哎、欸，不行，我晚点私下再画画看好了，因为我真的也该来出一下排版，不然怎么办？对，晚点好再敲你。好，我觉得你的晚点都很快耶，你那时候也跟我讲说修一下就好了，就哎，怎么才过十分钟就好了？那时候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画画很快了，我发现哇，你比我更快耶，你很猛耶。
好，我找到了，开启，放这张图当背景，然后放后面。咦，哈哈，小布布来，布过来，哦哟，我看。下面没东西又好无聊哦，我想一下，我再想一下哦。锁定。哦，不行不行不行。还是我倒，还是我去找网络上的图。哦，有有有有有有，这个很适合，这个很适合。这很适合，这很适合。哈哈，直接开切魂的来用。哇，好棒哦！没有，刚刚其实要用这张，结果扫到雀魂那边去了。其实我存了很多很香的，我说让你们见见我老婆。其实我真的还是蛮期待有人送我黑魔导女孩的东西，越香的东西越贵啊，算的比较好。不要好了，这个很香哎，也是很香的呢。然后找横的尺寸的好少哦。好，决定了，就这个了。我 low 的老婆，法术盗贼拉克斯没了，我老婆不见了，好烂 ，nice， 对 ，nice， 那时候就是我们在那个民宿聊天聊到后面六四八法，在人家那个很尴尬要被拒点的时候，回个 nice，
什么状况呢？就是很像波波让大家场面冷场的时候，巴法突然讲了一句 "nice"， 所以才会有那个 nice 的东西出现啊。啊，不是 N I C K 哦 ，Nick。那杰克那天太好笑了 ，Nick。他真的本身就是个宝哎。你看他影片里面那个蹦蹦跳的图，那时候一群，那谁，就是画巧克团的那群小粉丝，就十三啊黑糖他们，马上被圈粉哎、欸，然后就是巴法的人气哎、欸，没有 nice 是那个啦，是。那个啥，那个叫啥？iPad 里面的那个啦。因为稍早是在聊说什么巧克力去跟国外的人玩，反正国外的人就很好心嘛。他巧克力，反正巧克力标什么东西，然后队友就是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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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然后聊到后面就是，Bobo 让气氛冷场。然后法法就 nice， 所以之后 nice 就是这样子来的。一开始是先巧克力去聊他去那个打积分排位遇到国外的人，然后就是他标什么东西就回个 nice 啊，因为我没有玩我不知道。那后面就是 nice， 欸、其实巴法真的是当时巧克团里面最快是融入，应该也不算融入大家，就是因为巧克团会出游嘛，就是大家约一约，那时候就除了 Amigo 这边都是超早以前就认识的以外，然后之后认识的就是巴法啦。那时候巴法是算是里面最快直接就是马上让巧克力很信任，就是带出去应该不会。我要讲什么东西？我在攻他小。很难讲哎，很难形容，就是，因为其实法法跟我们出去已经很多次了。对吧？就是最快让。他应该是金氏世界纪录里面最快就是认识巧克力最短时间内可以一起出游的啊人员，这样讲。他们听得懂巧氏英文，搞不好不是英文啊，搞不好每个都是听得懂中文，只是撞到路人难免就是没有语音沟通。你想要眼泪的开关吗？你现在可以开多少东西啊？可以啊，我发现我有时候蛮需要哭哭的脸。你看，有时候需要哭脸，又需要笑脸。我想说，我用不到哭脸跟笑脸的。可以啊。你现在没有案子哦。你现在帮我改这些东西，会不会耽误到你什么？我现在好懂那些我委托我画图的人，然后我就是马上下一秒就是马上问他下一步要干嘛的感觉，可以一直加哦，真的假的啊？可是加上去的话，你不是要多一个图层，这样会不会太麻烦？靠腰，对不起，我给你扳手好了。没有，只是我给扳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需要更清楚的看到，你们打我什么？打我什么？你们在跟我讲什么？是，
不会哦，下一个单子1月1号才开始。哎呦，好好休息耶。你有觉得你的单子接不完之类的、啊？一堆人跑去找你委托，还不是当时先看到杰克之后就是那时候看到的第一眼就整个爱上了。我是很少去委托人的人哎。猪肉麻薯在吗？他在啊，他只是一直在潜水，然后每次都是被木木叼起来。所以小熊是这个皮的妈妈吗？对，对啊，就是他。我要偷偷给小费哦，因为真的很喜欢，喜欢到多加一些钱。哇，很炫耀。他就是你知道吗？这个比喻就是，我不是说小熊啊，是说木木跟马吉的关系。木木可能就是躲在土里面的麝香，然后不，马吉是躲在土里面的麝香，阿木木就跟麝香猪一样啊，用他的鼻子把麝香挖起来，对不对？这比喻很棒吧？反正你是，可是你又是猪肉马吉，还是要改叫麝香？要不要？你叫麝香马吉，然后木木就是那只猪。那是可爱的猪，用鼻子把你挖起来。教主有看什么动画吗？现在动画哦，你说最近吗？脑筋急转弯，我昨天没有看，昨天蛮想继续看其他，让自己哭的。我因为还没看啊，不过那时候有个叫什么，怎么透的。对不起，银什么透吗？就是隐形的那一只那个女生。然后那时候是在 FB 看到说什么，时隔多年，然后终于现形。那时候觉得哇，虽然没看，但是我很喜欢那种感觉。松露，对 对，松露啊，麝，我怎么想麝香啊，白痴哦、喔，松露，对，我怎么想麝啊，松麝香是那个哎、欸，对啦，松露啦，我应啊，对，他不是帮啊，这会有剧透，反正就是后面他有。在雾里面显示他的一点点的样子。他们一直咬来咬去，你知道我差点就在我的后台把咬跟啃这两个字给当作是禁语了嘛？为了这两个人，我要把这个设为禁语。然后麝香是猫啦，我在想什么？哎呀！你有看到贴文？有啊，因为他能力不就是透明吗？我想说直接跳过运动会那边吧，就是运动，他们说运动会开始之后比较好看，我想说前面就不看，直接跳到运动会开始，因为感觉就跟家庭教师有点像啊，因为家庭教师前面真的就是日常番吧。就是闹闹的，可是就是六道海开始还比较好看，可是前面不看又不知道角色介绍是什么，好难忍哦、喔！你哭，你四暗课差一张没事，我四暗课不知道差几次都一张了，糊一糊还每次变成三暗课，我要哭死。没事，啊，我们今天开台的、啊，8:30，然后9点开始刷，
吗？哦，没有哎、欸，我们桌子在干嘛？哦，换封面，换有的没的。伺服器有比例招式吗？没有。全程，我看一下规则哦。Mega 力招式应该是没有啦，我看一下哦。比赛规则，哎、欸、有哎、欸，他有参加规则的白痴哦、喔，我没看到上面。他说就是身上带六只宝可梦嘛，然后选四只。哎、欸，几只？哦，六只宝可梦。然后反正可以从电脑里面换嘛。嗯，他只有说对战规则是强制无死等，就这样。什么叫全属性宝石啊？是什么东西？是类似什么草系石板那种东西吗？啊，如果禁止的话，我就不能带草的石板了、欸。玩草的石板加种子机关枪好像不错玩、欸。有清一色四战客这东西吗？好像四战客会盖过清一色、欸，是吧？所以可以带一般力，应该是不行吧？一般力是哦，一次性宝石哦。那个是什么东西？玩笑，哎、欸，啊，可是如果带一般力的话，不用力招式也有用吗？我好像也没一般力。增加属性伤害威力，你是说像电池这种东西吗？应该是那种，是吗？对啊，我没记错嘛。因为清一色那很清一色很好做哎、欸，清一色你，可是你手上都要清一色，好吧？没事了，我记。啊，如果你是力招式的宝石，你戴在身上有没有加能力吧？哦，所以石板可以戴咯。那我还是偷偷带一只泡沫力鼠在身上好了。嗯，三。带别的好了，带别的啦。那时候我其实是期待说，对手开了几句话啊？为什么你会让我想？你会让我？你会让我带胖丁吗？如果空间队的胖丁戏法那个戏法空间加陀螺球，哎、欸，胖丁的速度很低耶、欸，你有没有考虑让我带？胖丁速度低，我想带铁球，然后用转的过去。第五代加入那个宝石，什么宝石啊？我看一下哦、喔，你们在讲什么宝石？能力增强道具，超级属性宝石。啊，我一次问杰克好了。还有那个规则，闪避叠加的叠加是什么？
一次性宝石，性宝石又是什么？要带不带你自己调整。好好好好好，吼吼吼！哇，嗯，那一样，一开始选了御三家之后，我是说那个啦，阿尔宙斯之后，御三家选了，赶快去找卷卷耳，赶快找卷卷耳，把御三家冻在那个电脑里面。像这次御三家有活素哎，很开心。狐狸安安，前两代的御三家我真的好喜欢哦、喔、啊！前两代，我想一下哦、喔，第三代是火之姬对不对？哦，那前三代我都很喜欢。一般宝石吗？宝可梦，一般宝石。哦，这种宝石哦，哦，这个便宜货吗？哈哈哈！哎，我那时候刷等级不是去打那个吗？那谁，母克鸟、母克鹰，我要背心宝石刷了五六组拿去卖，一个才500块、欸，我就是说它是便宜货。那是火鼠会打日马吗？我希望啊，那。传说阿尔宙斯新增的日麻系统，哇哦！然后日麻系统有那个有对战塔，哇！我叫小鱼帮我打，他还没醒啊？没有啦，那个时代有麻将吗？哎、欸，不好说、喔。哎、欸，我问一下哦、喔，麻将这个东西最早是在哪个国家？请问现在还在刷黑色裂空座吗？对，没有啊，现在就每日任务嘛。我现在要从100刷换降到50刷了哦、喔。是中国、哦，所以这次不是韩国哦，没有啦。阿尔宙斯里面还有智能手机耶，哎，真的假的？我的宣传片一直都没有仔细看哎，我那时候是看到，我有注意到那个啦，三圣姑的那个湖的岛。过程我都喜欢看宣传片的时候，不看中间的人，我都喜欢看背景的画面。真的玩过那个，玩过这个之后，怎么讲？就是从这次之后的重置版吧，我应该都会玩了。因为以前好多宝可梦叫不出来，然后也是之前菜渣在玩那个终极红宝石那些时候，属性克制完全不知道，玩了伺服器跟这个之后才开始去背属性克制的东西，所以最主要是要记下那个宝可梦的名字啦，因为好多名都叫不出来。以前国小课文不会念，宝可梦背得一清二楚，就长大每只宝可梦叫不出来。然后以前还会笑那个电视冠军嘛，最早以前的一个电视节目，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有那个宝可梦大赛，
然后就会笑那些大人都叫不出那些宝可梦的名字，有没有？我现在也是啊，叫不出来。那你要不要玩剑盾 ？HTT 已经怂恿我很多次，不行。我现在回去玩，我觉得玩的那感觉差很多哎、欸。就感觉真的是很像已经停摆的线上游戏吧，就是没有在更新的线上游戏啊，那感觉就很像我去玩风之谷好了，又突然被人带到大啊，不是风之谷，我要讲什么？又玩很多游戏，你就是前面他们说，反正。满等才是开始嘛，就是毕业之后才开始。那你起手就是5 v 66 v 起手还是什么东西，推进度比较快。我会觉得感觉变很多。啊，你说也可以慢慢来啊，但是就觉得说啊，大家都已经破烂了，然后都通关了，就看我一个人在那边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压力又很大。都这样，那又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啊，就是剑盾目前是最完善的那个啊，对战系统啊。只是我这人就急白啊。会给自己无形的压力。嗨，早安早安早安。今天延迟七秒钟啊，等晚点吧，等杰克起来过关台后我再来，不然动个几步断线，而且我等一下应该也会陆续一直狂切断我自己的网路啦，那这样对开台直播又不太好。感觉之后改50次就好了齁，刷不然就是每天刷一小时，不管几次我们就刷一小时。嘿嘿，麻将最早是由中国的李清照发明的。哎、欸，我比较猛，觉得猛的是你看。麻将又有分什么广东麻将、广东牌吗？台湾牌、日麻这样子。等一下玩麻吗？玩啊！然后又规则又不一样，然后哇，好屌、喔！像扑克牌一样啊，一个桌游有多种玩法。可是等一下也是快11点的问题了，哎，以我照这样子刷的速度下去，哎，我看人家重开都好快，我怎么那么慢？是不是因为我家太热？我的 Switch 之前夏天经过，哎，经过了两次夏天，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分析说这样刷神兽重开30秒啊，啊，我总感觉我刷一只神兽快一分钟。看这个画面切掉，我开始哦、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哎，三十，真的哎，
三一、三二、三三。哎，这是三十秒哎，那我刷勤一点好了。一岁，我晚安。哇，12641。小月早安，小月早安，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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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会分心啊，不是，我觉得是我会，我靠腰一只两两只这样，我会忘记数到多少，所以我需要一个人在旁边，我刷他来帮我按，好吗？哪天我在开台听到，哎、欸，你忘了按啊这种声音的话，表示我旁边有人啊。可能有个小精灵在我旁边，在我桌子下面。你下光遇，一下聊天室，没有光遇啊？哎、欸，你提醒我了、欸，哎，你认真数不打早安，没事啊。我也是会数完之后才回应你啊。啊，为什么在桌子下？你为什么要问那么多？因为我电脑桌没这个位置啊，他要嘛只能坐跟我坐在椅子上啊，要嘛就只能在我腿上，要嘛就只能在椅子下面了。你看我的键盘就在我桌子这边啊，他能动的空间，要嘛就是哦，我解释啊，为什么刚讲桌子下，因为我会习惯性的把脚放在椅子上，然后我的电脑桌下的空位就很大了。应该是叫左耳会进入对战画面吧？怎么进入对战画面？是啦，就有时候会直接跳过那个照自己的脸啊，有时候又不会啊。不行的，脑中画面歪了。啊，好好，我去电脑桌下，我去下面，他帮我按。对啊，反正等到木木要来找我的话，也是很多年之后了。为什么是木木？这个你们自己想吧。盘腿座椅不会耶。我比较常是蹲坐，哎，我都是蹲着坐，就是膝盖顶住下巴，或是两只手放在膝盖上面在那边玩。哦，真的好想要那种肥宅椅哦。你就躺上去，然后椅子会向后倾，然后你的荧幕上面就是可以拉下来那种哦，那种每个宅男都想要的那种肥宅椅，很像就是人家在玩 VR 那个游戏机的那种椅子，脚不会麻吗？那也是三个小时之后的事情啊。对啊，就是 L 做的 L 的做法，可是 L 它不是坐，它是蹲哦。我只有在哪里在吃饭的时候才会蹲着坐，蹲着啦，不会坐，或是去跟我聚餐或是在外面嘛，我都习惯蹲着。我觉得真的有鬼耶，还是要游戏开始他才会记录，没道理呀、啊，因为我游戏里面时间是230小时啊。吃饭的时候蹲着，对啊，蹲在椅子上啊。我反而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会吃不太下，我要蹲着才吃得下。
你们跟我讲说，那如果今天食欲小就蹲那个不要坐蹲着吃啊。可是你要想一下，我站起来回到电脑之后，可能就饿了、啊。其实，干嘛？安安你来了 ，Hello 你来了。还是有什么像啊？我很想去买那个哎、欸，那种服务铃，叮叮那种东西。就是反正我刷完之后，只要想叮一下，那个画面就自己跳一个。不行，突然觉得不穿内衣真的冷到不行。穿啊，反正你就只是现在冷，冷个大概30秒，帮衣服暖一暖。啊！我刚刚恍神哎，刚刚应该是绿色的吧？有人讲黑色，我会哭哦，我会表示说我自己刷到过，然后就把它抓起来，把下一只抓起来，然后我就毕业了。到 YouTube 一直推演算法给我，是看那些低于50就刷到神兽的人的影片，又还让我觉得说啊，怎么神兽就是很好刷的感觉。欸你个头啦，嘿，要骗我，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是不是都没睡？有睡啊！等一下，我昨天几点睡？哎、欸，左边这样子，75。有玩交换礼物吗？昨天跟别人玩宝可梦交换礼物，换到两只5V的成龙跟游击啦。怎么交换礼物啊？你说明亮珍珠里面的吗？还是现实？还是你现实换到了5V的游击啦？请问我被困在这空间，你觉得我有办法出去？我被这棵圣诞树困在这边，
半个月了，我是有办法出去吗？有看到这棵圣诞树吗？我介绍一下，它叫裂空座。我没办法出去交换礼物，这棵圣诞树把我困住。Hello， 安安。洋葱安安，1550安安，因为刚刚不会念的名字，才跟你讲个安安而已。Hello， 待会是不是有馒头啊？我应该不烧了吧？我今天感觉已经，我刚刚稍早有吃过一次了，然后我们半夜献祭的那一波先祖应该也给够多了。我现在林雨安安，你知道你的名字跟我的那个司机名字一样吗？他叫雨林，你叫雨林雨，所以有时候我都以为他跑过来了，然后他说：“嗨，要跑图吗？”我现在就是。每天找谁陪我去那个剪翅膀，这样子。不然其实也是可以，就是不剪翅膀嘛，反正就靠着佛系嘛，不要剪翅膀，靠着身上这60几亿去献祭，反正也不错耶，这样翅膀喷也不会难过。静安安17，你知道那天在菜渣群说。我现在被困在抓裂空座的地狱，然后蔡渣回我一地，我回我那句话是说什么？你也在刷裂空座了？你们都在刷裂空座了，对吧？你们都在刷神兽了？我说对啊，你要一起死吗？你有空？你有这个时间吗？献祭想搭车。我们昨天献完了，我们昨天6个人吧，跑去献祭。1788，就突然我想说，因为昨天他们就是一窝蜂，一大堆人在那边交换名片啊。然后交完名片，突然就是我的司机问我说。繁星要献祭吗？因为我刚才想说我蜡烛没了，他说要的话走啊。然后本来想说以为只有我们两个，突然就签一签签到就6个人一起去死。我等等是不是要睡了？没有吧？有睡过应该还可以撑到晚上关台以后再睡，然后调作息。我是我第一期有看到，我只是我现在不太想换画面。哇，你帮我打这样整理的哦！哇，你怎么那么贴心啊？你回到了之前动身的阿亮了，不是你一直都是啦，只是整理这表格好屌、啊，你红蜡剩3个。哎、欸，嘉轩，你会剪翅膀吗？不然等一下来打日麻的时候，我们来剪翅膀。你赶快去献祭，献祭完之后，我们来剪翅膀。你被家人 gank 了，怎么了？你说昨天呢、喔？难怪昨天没看到你。红蜡只剩一个了、喔，啊！我那个红蜡也撑了我。我想一下哦、喔，我那时候生日到现在，复刻的红蜡用光了。我那时候最后一次献祭就是我那时候生日的时候，他们抓我去献祭，献完祭之后。因为那天我生日那天太累了，所以他们跟我讲了什么，是觉得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他们本来还要继续续团哪里，他们到处带我去逛看景点。你依然不敢自己去暴风眼，好可怕！我也觉得很可怕、啊。没有，那时候也想要跟你们结啊。不是最好笑是我在跑那个什么试炼的时候，你跑太快了，我们要冲回去跟你解开那个的时候，你已经不见了。
然后说下一个的下一个副科是熊抱吗？我是能自己献祭，但很难，真的很懒啊。鹿角加护目镜很可爱，护目镜是哪一个啊？可是鹿角跟兔耳就只能择一呀，我就很难过啊。不然我很想要搭兔耳加那个翅膀，翅膀装饰。而且你不会直飞，你可以晚点。如果雨林在的话，我叫他带你，我叫他直飞带你，然后你到现场你再自己进去这样。你都自己献祭，啊，我就不，我就只是个行充哈，我真的没有空学跑图哎、欸。我现在连木土进去最上面那个柱子上面的光子我都上不太去哎、欸。我知道可以旋转飞飞上去，可是我真的飞不太上去，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怀疑是我的手机的那个保护贴在搞我，因为我那时候在跑，因为雨林其实到都叫我说你去练练看，你去试试看。我飞的过程中跟那个真的跟智障一样，他就在我前面了，我就飞不过去。我拇指明明压着飞的按钮，他要给我缓下去。要找东西休息哦，真的假的？我看他们是直直飞上去的，就好屌哦。对啊，我之后是自己在一个柱子上面修那个回火，回了之后才飞上去的。然后光宇昨天不是有阿神 po 文说要玩光宇吗？后来我在想说，他来的话。应该也是炸服吧？那时候就想说，他不是要那个吗？实况他的手机，就是他那个工商手机吧，还是什么的。然后我想说，他如果用光遇的话，他有想过是伺服器的问题，而不是手机问题吗？这样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总玩这个游戏很卡还是什么的？哦，还在说那个工作？对呀、啊，虽然可以推广光遇啦，可是光遇这游戏讲真的真的要有爱的才有办法玩下去。我对这款游戏的爱就是在打扮自己。跑图那东西我觉得如果撇除掉跑图这个东西的话，真的觉得我也很喜欢这款游戏。它比较烦是烦在没办法有像自动战斗这种东西。你真的要手工一个一个，或是请人带你一个一个去捡。你这五十件的，我估计已经2300了吧。反正你们现在看到画面上的数字，就再加1100哦，好不好？自主再加大约1100。安安，早安，早安。后来不是因为怕炸服没完吗？对啊，因为有人跑去讲啊，是好也是好心提醒啊。啊，就是那个谁辉明啊，辉明当时玩光遇啊，就是一大堆粉丝跑进来。其实我在想，伺服器有这么承担？不够吗？你懂吗？当时看辉明的观众好像几人，2000、1000、1000、2000，我不知道。可是如果你看1000、2000同时涌入伺服器的话，我觉得还好吧。就只是当时副科先组回来的时候啊，那时候的感觉而已啊。那时候比较困扰的是那个而已吧。观众想要去撞他，然后拼命再切网路进来，这样子去撞到他。啊、一个空间就只有8个玩家可以而已，所以撞不到的那些人还是拼命在重刷而已。其实每次馒头都会炸，对啊，就是馒头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网路都会出现问题、啊。对啊，所以我在想，
昆明那一次，昆明那一次是发生什么问题？我觉得不是因为粉丝涌入，哎，你想嘛，你真的想哦，光遇不可能就是几百人在玩呢、啊，哎、欸，多少？你看，我也不是说，而且你看哦，好，今天我的台啊，如果来到1000人，那实际会载光遇下来玩，然后进来冲的人有谁？真的懂，就是比如讲，懂光遇，然后会去就是切网路进去的玩家有几个，然后会载游戏下来玩的有几个，这样子，对不对？而且前阵子光遇真的网路是很不稳啊，动不动就串掉，不是吗？他每次只要改或是有一个小更新，因为那时候雨林就跟我说，繁星不要更新哦，就是不要什么不要更新最新啊。那时候是那个万圣节版本，那时候叫我不要更新，不然手会断掉。然后就回答说，可是我刚刚更新了、欸。然后他就说，好啦，我也更新好了，是这样子。他说早晚要更新的，只是想说少一天断手跑图的机会，这样子。以游戏来讲，多2000人会炸也有问题。不是啊，就是不知道问题是出在哪里啊？是出在是突然风暴太多，还是就是资讯量怎么讲？回传资讯太多，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刚讲的副科不就是，你今天是跟 NPC 交易要回传那个资料到伺服器吗？可能就是这样来回手续太多，会造成卡。啊，或者就是那一天复刻一堆等复刻的玩家同时上线，就平时可能伺服器是好500人，可能就陆陆续续嘛，可能这个时间点500，然后下个时间还是500这样。那可是就是到了复刻那一天，就是时间一到嘛 ，NPC 一出现，然后大家瞬间同时在那个时间点出现，炸掉啊！所以我觉得辉明那一次被烧到，我也是觉得很可怜。你看，可能刚好选在当时光遇真的出问题的时候，在直播光遇才被烧到。你看，我玩光遇怎么没事？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虽然我没有直播玩光遇啦。然后那时候又在那个玩光遇的社团吧，就有人也有提到说，还有一个他说请问有什么？他那时候在辉明下面留那个一个文章下面留言，好像是靠北吧。然后那时候就是说什么炸服的事情还是什么的，然后有实况图这种推广是什么好事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就问说还有谁有玩之类的。就有一个人就是分享说，有个叫繁星的实况主也有玩啊。我想说奇怪，怎么陆续被人家标记 take 点过去看，我看到哦，献祭的龙痕呢？我是讨厌就是那个进入房子左前方那边有一个小金，它外面有龙在巡回那一个。我每次经过那个小金，我就整个放弃，我就啊。没看见，继续捡。我每次捡，我之前捡那个，为了一个东西喷掉4-5个，我觉得很难过，不想捡。
好啦，大概就这样。等哪天我再红一点的话，有没有观众再多一点的话，啊，今天玩光遇啊，来欢迎炸斧来堵我。那超难捡的啊，每次都是抱着说冲出去捡，然后马上跑掉，然后用那个传送传在雨林旁边。而且讲真的，很多也是为了光遇好吧，又不太会希望，可能会影响到游玩体验呢、啊，就是关于一窝蜂挤进伺服器这个东西啊，也是怕说他们可能在跑菜玩的过程中，可能有些人对这实况组没有在看，或是没有去关注。然后就是影响他们玩的话，当然会不开心啊，就是心里会不好啦。所以有时候去提醒阿神的有，不知道是为了阿神找，可能都有啦，就是有为了阿神好啊，为了自己想好好体验游戏啊，玩这么好的游戏，怎么可能不推广？对不对？其实我是讲啊，光遇这游戏很多人不是在聊天室都说他有玩，但是玩一下不懂干嘛就删掉了，对吧？其实你真的要我介绍光遇的话，我也是说我不知道要干嘛，反正就是打扮自己啊，飞来飞去啊，然后看到朋友就叭叭叭叭叭，哈哈。其实有在烧的人，有没有玩真的不知道，就不知道啊，就很烦啊。有些就只是看到说，看到一点炮火，就是以偏概全啊，就觉得说，哦，这么容易炸符哦，我想說炸符，你又不是瞬间涌入几万人。早安啊、哦！你关了、哦。早安，交友软体对啊，你的交友过程你还要先付出一点代价。音乐早。哎、欸，音乐，你可以帮我四个东西吗？就是那个宝可梦伺服器，你看看你可不可以待超过五分钟？哇！我昨天就是在上线，就是待超那个不到二十秒，我就被踢下来。然后解决方法是我重开网路，重开网路后好不容易待超过三分钟，我又断掉了。刚关不久哦，那我可以把你的台关掉了，我挂台挂到关掉。好，感谢感谢。因为其实你啊、哈记啊、你们开台。我上面分页都一大堆，啊！感谢感谢，改了吗？啊！因为我在想，我不知道是因为下雨的问题，网路卡还怎样，我就只有就那个伺服器各种挂台嘛，对啊，我就那个伺服器进不去。你看，我可以顺利开台，聊天室也不太延迟，就只有那个伺服器在搞，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稍早我有去连 Happy 手什么，都没问题，
哎、欸、，Happy 手好像很久没登了哎、欸，我登一下，十二月的好像没登呢、欸，抗一下，圣诞节的东西好像也没领。九，我那时候只是测试登 Happy 手而已。然后没有想到说要去领东西。完成。等一下哦。哎呦，每次都吓我。哦不，他前面的没有领到，我的天哪、啊！哎、欸，他十二月还有这个白痴东西哦。活动任务持续到圣诞节前，白痴哦，今天26号啦，你看，哎、欸，可以领哦。可以耶，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领一下。你领取，哎呀，你错过了这天，啊？我一号、二号有上吗？没有啊，我被盗哦。左下角是你刷了1300吗？没错，没有，这个是左下角是开台刷的，然后私下刷的更多，呵呵，私下刷的比开台刷的还要多很多。麦卡利耶，圣诞漫又来了，对啊，可是这次隐形效果会带着走，这是我只会玩像素画图，没事，我当时也是main像素画图的，可是当时碰到一个更强的，害我自信心受创，F 5你看哦、喔，这个隐形药水。不见了！哎、欸，我再不是哎、欸，不是戴着圣诞帽的小精灵了，哎、欸，耶、yeah ！对啊，你看刚刚在伺服器都没事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边就很奇怪。我等音乐看看吧，就音乐说很顺利啊，没什么啊。为什么？这样我又只能怕死了、欸。每次遇到活动，我怎么就没办法玩？上次也是鲤鱼王的比赛，我在想说呢，我那天如果真的没有参加的话，是不是比较好？那我那天真的是去玩的哎、欸，但发光还是一样吧。可是发光也是那个啊，对耶，那我就不要活到发光就没事了、啊，对吧？
我只要让我队友胜利，我不要发光就没事了。好了，最后一次了，改日嘛。还是有指令可以让我强制发光？有聊天室会吗？会发光指令吗？好了，1300，换游戏。哦，小妞会直飞了哦，这么强，你长大了哎，小妞，你真的长大了哎。我试试看哦，感谢，感谢这个不知道什么的指令，应该跟一般药水一样吧？我不会指令，指令是什么？看不懂。好，音乐暂停。小鱼藻，你已经错过了我刷裂空座的环节，你很幸运的来到了我们要打日麻的环节，还是你想要玩泰拉瑞亚，还是 Don't Start Together， 还是老 G？ 等一下哦，单人测试，小妞可带飞吗？你要带嘉轩？那问号要删掉吗？问号，这个没有啊，什么哥，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快点，可以打，可以打正确的给我吗？看不懂。你加 TAP 这个，啊，这样吗？他说999不正确 ，Google 个大吧。哦，姑妈，姑妈，姑妈，不是啊，你们小老鼠 P 这边就不对了，为什么？这边就不对啦。圣诞快乐，圣诞快乐。飞机之剑哦，啊，不会是最笨的方法了吧？酿造不是战斗，飞机是哪个？哎、欸，我拿这干嘛？加个 GIF， 哪里啦？这边吗 ？GIF 是这个吧？这个吧，未知效果，太多久了吧？这样吗？这什么东西？哎、欸，有了，感谢帽子。哎、欸，不见了！哎、欸、哎、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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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我可以当个坏人了，耶、yeah! ！帽子出来了，谢谢谢谢谢谢，结束结束，我看一下，换另外一个麦块。哎、欸，等一下我去登个每日，那个画画的东西有个每日的东西要领，登录奖励。耶、yeah, ，领到了，关掉。
因为上次可能一大堆人反那个吧，在那边改。因为其实有那个帽子去打 Happy 手的船战啊，人家用隐形药水偷渡过去也是被看得一清二楚，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私下想要去船战嘛，我又没有干嘛，我只是闻到有隐形药水之后，我喝下去，发现说我就跟个白痴一样，就看一个隐形的圣诞帽那边跑。你到小金走廊了，加油！被帽子出卖，对啊，欸，最早以前还有刺那个披风会出卖人呢，欸。最早以前是披风在后面隐形药水喝下去，披风不会隐形，欸，哎，欸，隐约在里面呢，欸。隐约你顺利吗？你很顺吗？还是就真的只有我啊？你看，我看隐约是两格三格，欸，可是隐约没有断呢，欸。为什么就只有我？会员结束后，名字旁边的贴图就会消失了吗？好像是欸。你超过五分钟了，没事。好，那真的是我的问题了，感谢。欸，因为听说打信使鸟会掉东西哦，打一下啊。欸，不是，我宝可梦又不见，哦，对对，出现了。啊？干啥啦？干嘛？远端主机已强制关闭一个现存连线。你把视野距离调近看看，我没调很远啊，我调很远吗？我看一下哦，我只有视野距离是8吧，赶快现在显示距离8，要多近？5。完成，我在下坠，我在飞，没有欸，我没有在下坠，我没有在动，完蛋了。IP 英文数字，我两个都试过了，我两个都试过了，我看一下我现在是什么的哦，因为昨天哈基跟杰克是说。欸，我还在 Amigo 的房间里面哦，白痴哦，对不起，我在开台，结果在人家房，我在我们聊天的房间里面啊，我昨天聊到睡着了，白痴，哎呦，好恐怖啊，好危险哦，我在聊天的语音房里面开台，哈哈哈，好危险哦。看一下哦，我现在是英文，我改一下数字看看。那改过了，然后想说我会允悦来讲一下就好了吧。其他人没有哦。还好，对，还好没其他人。删掉重装，其实这方法，啊，没有用，因为很早之前那个上次鲤鱼王的大赛，我也遇过差不多。哎，我上次鲤鱼王大赛是遇到那个啦，登录器不给我登，就是我删掉重装也还是一样。那时候是我把会员删掉重装才好。他说我没有权限，我是用英文那个正常可以用啊，哭了，这个是数字的也不行用。哎
哎，连线中断，干什么？对啊，突然可能突然，嗨，早安，我说，哎、欸，谁在开台？还是我被 host 到谁那边去了？然后看一下 DC， 马上离开。怎么都懒的啊？好了吗？来，我们要开始跑了。看到没有？宝可梦不见了，去找音乐。好了吗？好了吗？哇，电脑打不开。三、二、一，哎、欸，是数字的哦，没事啦，反正你是顺的啊。我现在等我的电脑开机，干，哎呦，哎呦，啊，我先把隔壁那个参赛的取消掉好了。等，确定我再参加，不是、欸、是一定会打日麻啦，只是我想要弄队伍啊。跑的时候好卡，没有卡啦，跑得很顺啊，只是啊东西打不开。看看那只在天空漂浮的鸟，没有，他们在空中飘到定格那是正常的，他们有时候就是他们在原地会飘超久。你就看到他们会定点在那边动，这个就攸关你的显示距离啊。你显示距离那个鸟会卡在你的显示距离的最极限的位置，会在那边等你。当你飞过去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动。你 IP 是我 DC 贴的那个吧？我看一下哦。哦，都，你贴那个？对，一模一样。吧，我出去确认一下。编辑，没错，一模一样。今天不适合宝可梦，没有，昨天也不适合，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昨天早上我就想要开始来整队伍。如果一样，那我就不知道，没关系啊，我先把隔壁的那个取消掉，因为解决方法我早上试过了，就是昨天晚上也试过了，就是我网络重开，然后大概在网络上在孵蛋那边跑了三分钟之后我就断掉了，可能要叫别人帮我开通，你说 GGC 吗？开通，然后每个都开个通，连线于死。啊，真的好像没救了。这个我私下重开网络，自己配招啦。我们来打日麻吧。谢谢允月帮我测试，谢谢。谢谢允月啊。游戏。啊。吧。看一下哦。这个，然后出奇的一招，我们现在零每日。昨天杰克玩，杰克这几天都有玩啊。他这几天为了录影，又录那个啊。他现在还有在录的系列啊，他在打那个属性大师，然后他有在伺服器玩啊。是没画面啊，哦，我东史大没有解啦，因为那时候想说都没有开，我就没有
用接东石大的画面。好啦，上线，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名字。等一下，我想一下哦、喔。五点是东石大，八点是什么的啊？雀魂吗？献祭了108个光，晚点问杰克，对啊，我已经把遇到状况都先赖给他了，不把私讯他了。感谢云月，没画面，没有啊，顶一下每日而已，就关了。另存图片，こんにちは。我发现有一个贴图好像雾雾的，那贴图是不是看起来雾雾？对不对？我贴在兔窝的 DC 里面，我第一张贴图看起来是雾雾的啊。我是用手机看，等一下，我看一下手机。是吗？交易厅？哎、欸，没有哎、欸。哎、欸，啥耶？手机跟电脑看起来的画质差太多了吧？领取回语。啊，辉夜姬家啊？你怎么还是你家杯中？好了，我们来吧，来，我们期待已久的，还是我也这样子啊？啊，对不起，是吗？我看一下哦、喔，如果真的很挡的话，我就关掉了。我碰吃的话，对吧、啊？我碰吃的话，这个画面没办法。还是我就说到这么小，还是我就说到这么小。啊、怎么都回来啦？挂了，献祭完了，啊，辛苦了，辛苦你啦！想起昨天我们把生母的36000拿回来，从36000
啥三万六啊？我还有谁哦？不认识，不认识，菜鸟。不认识，不认识，菜鸟。有啦，这个是这几天订阅的嘛，对不对？啊，是吗？抱歉，我在处理东西，等我一下哦，我在弄，我在弄，我在弄。三，七。前几天当包子吧，两天前吧。早安，天这么冷，再去赖个床吧。但我记得一个很像是全英文的，好像他吧。Mood or die。欸，开到十二点，然后我再去弄东西吃，然后看宝可梦的东西。APK 是你吗？你是前天订阅的那个吗？我记得还有啊，还有，还有，还有。你是昨天的，我知道你是昨天的，你都缩在被子里面看了啊！你看，我都离开被窝那边实况了。哎，这样就算了哦，不是我不要呢，不是我不要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提前是我能参加，没关系啊，你先跟我说啊。哇，你零欸，难得看到菜鸟那么惨欸。你都可以说啊，我最近很喜欢看那些资料。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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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当个咸鱼，有梦想的咸鱼。看你要爱管事还是想要其他一关系？我看一下你给我什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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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爱管事啊。我有一直在管事啊，可以哟。早安，早安，早安。自大下载进化骑士。哇，我现在用到一个零速的零速多边速，应该很难呢。我现在弄到零速的好难。
我知道公母有差。我在看。笨拙改剧毒宝珠。哎呦。掉包。哎呦。你六点多起来过一次，那是六点的事情啊。你现在还想睡？哎呦！哎呦！我要继续看阿亮给的。啊啊！冷静怒火冲天。住手哦。你住手哦，不许你色色哦。来啊，我就不信你有这张啊。哎呦，白板在你手上哦。自大是什么个性啊？降速度吗？不是，没了，没关系啊。没有就没有啊。减速度加什么？加特防哦，啊，那其实很多没办法玩呢，因为伺服器里面的那个什么薄荷太少了。我那时候也想开按键精灵一直捡薄荷。刷洗脸了，拜拜拜拜。
天怒、西闹或地震，巨地高速旋转或剑。我这次也拿了13个耶、欸、我记得我之前玩都可以拿到14个吗？还是13个就是差不多了。哎呀，空中一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但我不想死。生命244，防御76，188特防。我光是弄到三 D 龙，应该用到很久吧？天哪、啊，1000很棒啊！1000，不会死欸，我刚才被1000过啊。冷静个性，怒火冲天啊！生命保。哎、欸，我问一下哦、喔，如果掉包，我身上带剧毒宝珠或是火焰宝珠，那掉包的话，我还被那个吗？剧毒宝珠害到吗？还是因为笨拙，是因为要那个，如果换到是那个什么讲究系列的，也很危险。生命防御速度，守住替身掉包米了，不会吧？等下长耳兔这样玩的话，没有。没有攻击招欸，就只能靠剧毒宝珠在那边搞事，是不是？他说回合结束，好。七队，你丢过去的时候，你回到上面有什么？好，阿雷蒙，你是不是不跑的话，死的会是我、欸？很恐怖哎、欸！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All the way。迷人加替身对面够头痛了。迷人的话可是要异性不是吗？那时候杰克也想打迷人这个猥亵的战法。昨天被红雨砸掉一堆金，啊，本来就会被砸掉啊，又没关系。你早点砸掉比较好吧，后面砸到后面那边发呆，不知道发呆干嘛很久欸。看情况上，我知道。啊，那时候看到长耳兔的技能，我就很头痛了，接棒。然后就是
很多偏辅助类的感觉都是要送掉的那种技能，就好心痛哦、喔。一直想学接棒、欸、那时候。我手一直在刷闪闪的东西啊。你要攻击型只有 Mega 进化，我就很怀念三四年前那时候的、啊，那时候是 Mega 盛行的时代。没有克制的宝可梦，你没飞行系吗？他快用地震，不是你。神に好かれておらぬ灰なぞ、いくら来ても同じなのじゃ。他用，比如说你第一只嘛，他剑舞完之后啊，还是欧元爸爸，你要玩这一招很贱的招式，就是你身上带着一只有掉包的那个宝可梦，不是啊，或是戏法。等到烈咬露莎出场的时候，你再把那只派出来，那他开局一定会剑舞嘛？那你再用掉包或是戏法空间，把你身上的讲究什么围巾啊、讲究眼镜放出来，他就只能全程一直用剑舞了。如何？对家无意确定了吧？哎、欸，对耶，你在打什么？你好像以前的我，好可爱。耿鬼的诅咒之躯可以锁他地震吧？那也是诅咒之躯也是有几率的啊。我那时候跟摩卡在打架的时候，我也是，我都在赌说我的招式不要被锁啊。哎呦，好恐怖哦！リーチ、ビーフ、ドラさん、ドラ、ハネマン。哇靠！曾经零分的人呢、欸？曾经零分的人呢、欸？爬起来了、欸，感谢彩鸟。你是麻薯吗？你是麻薯吗？屁屁，谢谢，不会不会，谢谢你的国士无双。你先关画面了，好，拜拜。来，国士无双。不然耿鬼在他出美纳斯的时候一直鬼。哦，对啊。
打嗝。我在想要不要去剪金人呢、欸？剪的话喷掉又难过，不剪的话觉得说啊，每个礼拜去献祭很无所谓，这样子好像也不行，好像也不是不行哎、欸。前面五只打完了，就差没克制地震的。那爸爸，你有没有看？你看你前面打的顺不顺利啊？有没有一只特别一只没有做什么事情的？你就去抓只多边兽。啊，就是刚说的学个戏法，戏法那个多边兽会戏法啊，反正就第一，问你说下一只是烈咬陆鲨，你要派出宝可梦吗？那你就把那个多边兽丢，有学戏法的多边兽丢上来，然后那只身上记得要带那个讲究叉叉哦。那就把他身上的东西调包过来，换过来，那就看他跟白痴一样一直按键舞了。哇，那其实你很强哎，你都没有嗑药过，好强哦！我是说指那个力量强化、速度强化那些东西。你试试看，好。不对哦，不对哦，打出去会出事哦，变单调哦。没有哎，你都直接打。如果说你很猛呢？最后的十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ば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哎，都可以打掉。哎呀，怕地震用漂浮就可以了。可是他有技能会把那个啊，所以我刚刚就说你可以就是在他换的时候，你用运气克服。你现在平均等级多少啊？平均等级应该也60了吧？你一堆字，你就打啊！你是说你打出去一堆字吗？那我也没办法了。62打63哦，平均等级都起来了。可以欸，去啦。想赌国事，没事啊，赌妹。你想赌国事，那有没有想过字一色啊？你不一堆字，还是你是想要听“国事无双”四个字？你会讲话了吗？你会讲话了吗？但只练身上六只没得换，没有啊，我就说你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就是把这六只浓缩到三只出来啊，然后五只啊，
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在用的，你就改成多边兽，或是你看你的队伍里面有没有可以学戏法的。白痴啊、喔！我想要胖胖虎呢，对不起，越来越小了。就是爸爸，你队伍里面六只跟我说，我帮你查。最近好爱看哦、喔。爸爸，你是哪六只？有一只水系没在用，你就把它改成那个啊，多边兽啊。哎呀、喔！戏法宝可梦，或是有掉包的也可以啊。来，爸爸，请说，你有什么？你有没有什么胡弟？哎、欸，胡弟没有办法，你回去试试看。第四世代哦，永吉拉胡弟、魔强人偶、月影娃娃、诅咒娃娃、魔尼尼、洛托姆。嗯，怎么没有多边兽？哦，多边兽是靠学习机是不是？或是刚刚讲的这些有没有你的队伍里面的、啊？还是你队伍都是狗狗？哎呦，我们可以听到朵拉三了。啊！无名早安。嗯，我、哦、这表情包也很棒哎。可是我，他 DC 的贴图增加上限数要氪金啊。因为 DC 能在上传的贴图变好，只剩下 GIF 图了啦。可是 GIF 图要会员才能用。太阳ドラ，太阳ドラさん，ドラ。还是喜欢听朵拉尼耶。哦，拉尼，哦，拉尼，不果了吗？一二三，现在回头来得及吗？请问，哎呦，不要，不要，不要。一二三四五，哇！没事，我还有机会。大家，这一局是怎么了？怎么了？
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你哥如果没有爱，那要如何？怎么了？你怎么了？我们还有三张机会，加油！哦，四张机会。嗯，看着你轻轻到，哎，好好看哦！我的天哪、啊，我崩溃了吗？没有。二三，可是这样子也凑不到国师啊，所以还好，还好啦，没有了，我灵压快没了，完蛋了，帮我补血，碎啦！我好希望打到这边的时候他碰，打到这边的时候再碰，再碰。啊，怎么那么突然？没了，查理查，查理查，查理查，就查理查。哦、好好听哦，他讲朵拉尼真的好好听哦，朵拉尼，朵拉尼，所以说爱会消失，对呀、啊，我刚刚以为繁星从左右，差不多吧。你会太扯、欸、你这张我有放进去，我放进那个我们的兔窝贴图里面，蛮够追的，可爱的我就丢靠腰啊，没差。嗯，看一下哦，属性浏览，嗯，下载哦，所以，哎，我贴在哪里？我存啊？哎，没有哎、欸，我没存哎、欸。我后来发现女仆的贴图真的好多，好好用。我要做个 GIF 图，把所有的那个角色的图用成 GIF， 就是顺序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啊，鹿，还有一只烈焰猴，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那你那只水属性的是什么？啊，你戴梦幻跟基拉奇哦，梦幻基拉奇啊，我觉得不太好用哎。他不是偏有他，虽然梦幻什么都会学，不是吗？啊，那你给梦幻学戏法好了，如何，爸爸？你给梦幻学个戏法，反正他什么都会啊。然后我蛮喜欢这一张的，这张也是蛮可爱的。
弄。ダブリーチートイリーチピンフドラ感谢你的手牌很好呢，有麻薯没玩到，完了感觉打三个外国人哎、欸、再按一次哦，换要投票踢人咯，怎样？今天怎么那么难抢？假日吧，假日的白天。没有，你算一下，今天的延迟是。今天延迟大概是7秒钟，所以等一下移动的时候，你们大概算一下了。不是啊，是你要的吗？等一下，反正最后还是会弄嘛，对不对？想说干嘛？不想糊了、喔。哇！你想要留局满贯，可是少一个人呢、欸？你的这样牌够抽吗？哦，没有哎、欸，我误会他了。八。太无情了吧！你更无情。太棒了。哆啦咪。欸、我在想啊，我那时候不是有质疑那个吗？大四喜质疑社那一次，如果那一次是在那个谁，小超还是谁？就是那时候不是有一个人提早跑吗？
如果是四，如果三个人都还在的话，我的分数四就不止9600啦，因为三倍呢，就是这一次的时候，那时候分数不是九万多，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是不是我的分数会到14万多？然后这件事情困扰我很久，我就很恨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发誓？没有他被他脚超提早跑走还是谁？会落在10万哦，好吧。欸，至少10万呢，那分数比较好看呢。我那时候看很久，我才知道这个是手，我以为是他的肩膀。四倍。哦，因为之前看过啊，鲁本撑住啊！好像可能就要自一色自安克。啊，单期先不算啊，四暗课，然后自一色，再加大四喜，这样才有办法14万吧。没了，加最多分了，哎呦，不是什么场上一张都没有。没有，东二局，我等下去检查。等下不要进来哦，我要去检查。我要来去检查，你娘嘛！等下不要进来哈，我一个一个抓，一个一个检查。等一下重新抢哦，我去检查一下，到底在谁那边？我很气。我想说，我摸到后，欸，我要来再13面一次，有种是进不来。稽查员，对，我就看说是谁。北风握得死死的，都要在我庄家的时候伤害我。木木安安，
你刚才去安慰你的麻薯，他刚刚白日梦醒了。气你昨天四安克也还好哎、欸，你昨天四安克我没有气啊，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扣着，大家都扣着五万，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同一时间大家都扣着五万？奇怪了。麻薯怎么了？麻薯做不到梦，他很难过。哎呦，怎么那么大？哎呦，怎么那么大？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可以解释吗？我只知道混一色，然后红中发财没了、啊。还有一宝牌哦，对呢，我是庄家哦，庄家四番，对不起啦，看忘记看到这个东西了。等一下抢的我真的 不会理人哦，等一下冲进来的我都会当作没看到哦。搞什么我是不是要新增国以外的啊？四啊，或字啊，或九啊，或绿啊，要不要？我觉得你们现在就只有国这个字，太无聊了。应该要来个字、绿、九、四，来，四好吗？还是克啊？青老头，你叫我绿色好了啦，青老头。绿色不是更棒吗？哎呦，四安克好不好？四有两种，哪两种啊？四安科跟什么？哦，大四喜吗？那就四啊，那就归类在四嘛，好不好？都归在四。哇，去尿尿了！等一下，他阻止我尿尿。啊，你的牌怎么那么恐怖啊？没有啊，一排一排中而已。
你干嘛啦？感谢。来稽查咯，感谢刚刚 PP Super Gang 跟 Ruben， 感谢感谢感谢，来稽查咯。东二，好，我们开始看，两倍速吗？嗯，好，就这边吧，我这边开始听牌。好吧，难怪他不会丢。他北风，可是台三吗？请问这个是哪里？这个是这个位置吗？哦，太无情了吧！怎样？所以是在这个位置对不对？这样，哎，不对啊，哎，这是哪个位置啊？20000，哦，不对耶，还有后面是不是？等一下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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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要杠牌哦，好难过哦。好，那个很棒。稽查成功，那再看一次，我们看最后一局就好了。为什么你跑那么快？北，都是北。粒子，我记得粒子还有三次吧。哎呀，按错了。阿姨，那没办法了。我想到西敏还是谁，嘎嘎，哎，是谁乱截图截到下面发光？回牌桌，不是啊，好了，下一场咯，我炫耀一下谢啊。啊，下一场，哎，12点了，哎，该休息了吧。放射房间，最后一场 35161， 最后一场咯。哎、欸，小鱼，抱歉啦，要不要私下打、啊？嗯，等一下还要解决我那个网络问题啊！哦，你没有抢哦，啊，早说嘛！哦，对呢，还有个青老头，青。我看一下，我还能上传几张图哦。有些，不然就有些图要拿，要丢掉了。可是布布好可爱哦，不想丢。布布那么高追。哦，是狐狸截图的哦，对对，狐狸啦。我看一下我的后台。工作管理员。好。制定。不是不是。
我找一下哦，设定里面的频道，频道功能使用，我先点合了哦，不好意思。功能上传设定，盈利不是社群预设浏览。哎，好像不是这边呢，关闭。版权字幕自定音乐库提供意见，在哪里呀？我忘记了。你的频道不是，工作管理员。好，爸爸拜拜。青老头一满不是清一色，反正青老头清一色是清了嘛。看一下哦，感谢感谢，不是感谢啊，谢谢。啊，自定里面吗？搞笑哦，品牌宣言不是品牌，版面设定，基本资讯不是哎、欸，不是哎、欸，不是哎、欸。啊，盈利找到了，频道会员超级留言，频道会员，然后喂、欸、是商品，对，浏览不对，哪里呀、啊、频道会员频道福利，哦，怎么找不到？现在来找。布窝那边难过的布布贴图怎么没放在 YT？ 布窝那边布布贴，哎，我没有放哦，差点三色，差多了、哦。哦，那时候没想那么多，没有、啊。重点是我要先找一下我的。我们找到摆在哪里了啊？哎、欸，找不到哎、欸，真的找不到了哎、欸。哦，表情符号徽章啊，找到了。表情符号，我看我还有几个空格哦、喔，哎、欸，我没有位置了。他说我还差19位会员，他说差19位会员可解锁几个啊？没有说，他是说频道会员人数越多越多。没事啦，我再把哪个换掉啊？都好舍不得换啊！把唱歌的换掉好了。然后徽章也上传满了。然
哦哦，对啊，目前对啊，那我没办法加字咯。好了，回来了。那个电话好像也没拿实名才看得用，有啊，我会用欸，那电话那么可爱，是不是分心玩比较强啊？欸，东二了，阿亮你怎么杀人了？阿亮你怎么杀人？好啦，感谢今天早上收看啦，啊，我去把那个伺服器的弄一弄，就这样，感谢各位。我不知道，对呀，我觉得这都很可爱啊，谁画的啊？哦，主角哦，模特是谁啊？那么可爱。好了，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啦，领取，领取。那等一下这个账号要接棒了，要交换了啊！交接仪式，你刚来一下就要关了，你要不要看一下我几点开台？早上8:30啊，木木，没事啊，那个晚上8点还会开啦，那到时候你再来看我啊，你乖，好不好？欸，木木啊，你现在去我的随便一部影片去留 mail 给我。这样子可以的话是点不要最近的啦，点久一点的，就是可能点个上个月或上礼拜都可以，你留 mail 给我啊，我再删掉它，我就这样啦，感谢各位，看看有谁开台哦，没有欸，有个叫欧达的啦，那个欧达他是那时候会注意到他是那个有看到人家说那个他是在玩的过程中好像就是他不知道按到什么，他的拉链掉下来导致他的胸部外露，那时候看到快笑死。好啦，没有人 host 我就关台咯，大家晚安，拜拜，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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